はあ、死にたいのか。これならもうやめるんだ。それでも守りたい世界があるんだ。把一些杂物先放在这。哇，要晚上，该先睡一觉。这种机制哦，居然还会显示现在到了什么地方。哦，金苹果耶！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给我这样介绍？而且还给我这么多颗？是不是出错？
该大概是小部分，一个特殊爱地区，最大地的是这样。Big Boss， 我靠！什么？没时间的，好吧，下次还是稳稳的打好了。还没爆，还没爆。我觉得我需要烧一下那个木头。坑黑狗居然出这种阴险招数，刚刚不应该把盾棒丢掉。我的转角遇到爱，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吃点面包，快点！矿车就可以不用。所以特殊物品就是那个啦，刚刚说的那个。